你瞎呀？你往我车上撞啊？问你话呢，说话呀！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不也撞上了吗？你说现在咋办吧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不是故意的就完了？我问你，现在把我车撞坏了怎么办？哎，对不起，大妹子，你看我。你多大岁数了？你管我叫大妹子啊？那我的责任，我赔行吧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没讹你。是是是，那得多少钱呢？正好我今天着急，我马上要跟男朋友去约会，我也不多要，500块钱。500块钱？咋的啊？钱多呀？是。这车也没撞咋地，你看就要500块钱。这都挂这样了，撞这样了，还说没咋地呢？你再说我兜里也没揣钱呢。你在这逗我玩呢？要不那么的吧，你把卡号给我，那个我回家把钱给你汇过去。行，是不是拿我当三岁小孩唬呢？啊，你这人一走了，我还上哪找你去？那不直接跑了吗？赶紧的，别跟我说那没用的啊！给家里边人打电话。我，你什么呀？给你老伴打。没有老伴儿。没老伴儿。儿女有吧？有个儿子。赶紧给你儿子打。快点，我这还着急呢。耽误时间就不是500的事儿了啊！喂，儿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就在你干活的附近呢。啊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你过来一趟吧。我儿子一会儿就到。行，你等他一会儿吧。妈，哎呀，儿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儿子，我把人家车给碰坏了，让我赔500块钱，我兜里没揣钱，我才给你打的电话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我看，这我啊，没事儿，妈，放心吧，交给我啊。哎，儿子，好好跟人说啊。放心吧，我能处理好。小事嘛，啊，放心。丽丽，怎么是你呀？我妈刚才跟我说了，她把你车撞了是吧？这个钱我赔你。你妈？对，是我妈，500对吧？你说这环卫工人是你妈？环卫工人怎么了？啊？环卫工人就见不得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母亲，我很骄傲，我很自豪。你说你有环卫工人的妈妈，你感觉骄傲自豪？你要是真有这样的母亲，你应该感到耻辱。儿子，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怎么动手打人呢？哎，姑娘啊，对不起啊。妈，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就因为你侮辱我的母亲。我妈她怎么了？虽然我不是她亲生的，但她从小把我养大，靠当环卫工人赚钱供我上的大学，我才有了今天。我现在有钱了，他可以不做这个，但他还坚持着，坚持要当环卫工人。你觉得他不伟大吗？
我告诉你，在我的心里，她就是我的亲妈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些，阿姨，都是我不好。没事，没关系啊。丽丽，咱们处这么长时间了，原本今天我是带你来见我妈的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这也好，让我看清了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谁都不认识谁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哎，妈，走。